为了保障并落实原住民族帕拉的文化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伫全台各原住民部落展开原住民族狩猎自主管理试办计划。林务局南投林管处为此伫水利工作站举行原住民族狩猎办法修正草案说明会，针对草案的内容以及重要规定进行说明。林务局为了让修正过后草案好更加多族人知影，特别召开说明会，其中将族人自用需求的拍烂行为入法，并提供保障，得到在场族人的和平肯定。我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原住民狩猎办法由衷的感佩了，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动保法21条一直就没有把自用这个项目放在里面，造成我们整个原住民族在这个狩猎上无时无刻的受到法律的制约。那我认为整个条文的设计啊，应该是比先前之前的比较明朗，而且也宽松很多了。那当然这些都还要征询我们部落族人的一些的意见，希望能够大家集思广益，未来对于原住民族狩猎的这个行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修正过后的草案不但针对原住民打猎文化习惯做出增加修改，来符合大部分族人的期待，也依循原计划的进行，增加对顶、强管以及便民的修正，透过这次说明会来听取族人意见。那这个草案呢，主要当然是为了要回应啊，去年五月大法官在释字803号解释之后啊所提出来的一些指示，那么包括自用的入法，那么还有多元的一些有弹性的申请的方式、组织程序等等。那么来能够切合我们现在原住民族狩猎的一些需要，希望透过这些的说明会让族人能够更了解未来对他们在狩猎上的一个权利上的一个尊重，还有大家我们希望说是朝向大家一起对于山林共管的这个精神方向来走。林务局表示，原住民打猎办法修正草案在完成初步的全国说明会后，将再次送农委会行行政定书，随后搁再公告2个月，预计在今年就会等甲修正过后的打猎办法正式公告实施。记者金双差不多。